Halo.今天这虾的品种不好脱壳，平常好脱壳的那种叫东方虾，这种就是普通的那种青虾呀、白虾，都是它肉质饱满，不好脱壳。东方虾它肉质也不知道它是肉质不饱满还是怎么的，反正总之它特别好脱壳。我在东方虾还在路上。